这里就是东引的北海根道。在我们进入东引的北海根道，现在看到的这个装置就是卷扬机，早期在台风的季节，船只通常会到北海根道内避风，卷扬机就是捍卫船只的最佳舵手，主要用于坑道口给闸门开关，待风雨过后恢复开启铁闸门，船只才再次整装出发。东引的北海坑道目前已经荒废了，现在变成养殖龙虾的地方。快要走到北海坑道的底部了。这里就是底部的码头。旅游，对，
这是他们施工的示意图。好了，那我们走出去了。目前正在涨潮中。
这里就是南桥据点，进来看一下。一个小小的坑道，残存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来这里忠烈祠看一下，我抱着敬畏的心来忠烈祠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别再去提了。这边。我们现在要去小子坳坑道，注意的，这不多。
们原路走出去。现在我们进入往灯塔的小径，这个岔路口右下往太白天山下方的位置进去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李明德纪念碑的岔路，直走可以往太白天森，右下往废弃营区，我们先走直的。因为起大雾，所以展望等于零。我们下到下方这个大平台之后，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岩石，之后要往右边走，走进废营区。这里是太白天森的下方了。让我们进入废弃的营区。这个营区没有坑道，这里有坑道很陡，走的时候要小心。它的电梯步伐很小。看这边好，这里有一处炮穹窖。这个位置是放四零防炮的
泡泡茶。这个位置应该是观厕所。这也是一个射口机枪法，好了，我们原路走回去。这个阶梯非常的陡峭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坑道探险到此结束。我们走回了李明德纪念碑，我们再原路走回去。这我们抵达了东引岛灯塔及太白天森。这是中柱坑道的坑道口，无法进入，没有开放，我们在外面看一下就好。中柱坑道在东引越野挑战赛的时候会开放，让跑者从这里进去。各位观众们，我们来到了东引第二发电厂的坑道，这里总共有三个坑道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大部分这里堆满的杂物。这里那些吉普群，好，我们原路退回来。刚才有想看一下，有第二个坑道可以进去，这是第二个坑道的入口。我来看第三个坑道，三个坑道是关起来的。好，我们从第二个坑道进去。
这也算技法。嗯，看到。所以就是第二出，我刚才看到的出口，嗯，是，那里面的杂物是。这个厕所。我们沿路走一进，但是半文要有一条，嗯，我们日本是，这里是某一处的废弃地，是这里的出口很漂亮，来这里看一下。很奇怪，这里要做叠石，它要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里的鱼鳍应该荒废了，看一下。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来的价值，所以我们原路走回去。不晓得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，跑过来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一条很明显的路啊，来走看看。这都荒废的营区，
我们来这个地方看一下。这可能是废据点，来走一下看看能不能过去。大概就往废据点的方向走，这里有小径，就循着小径走了。本来要参加海上看冬鱼，可是今天的雾实在太重了，所以取消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吧。现在这个地方叫三甲孔据点。是那个出口。一路走回去，看船。这里有一个中心坑道，中心坑道是不可以进去的，我们可以在外面看一下。是中心坑道，中心坑道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清水澳。
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清水坑道。从左左边，因为这里是侧门，侧门关起来。没有了，对，它清水坑道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我们原路走出去。越过这里，走到这里，再往左边走，从这里走到那个碉堡，这里就是中柱岛坑道的入口，因为临时的入口。我们来探索中柱岛。中柱岛跟到这个后口进来。
坡度高，坑道规模还蛮大的。这个就是他上锁的，然后我们一路走回去。回到了专注的地方，我从这个地方开始。这有一个坑道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个没有摄影机，我们在上面看一下就好，这是不可以进去的。这不是什么坑道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